新年刚过，福利就到，迷妹们盼了那么久的高能少年团第二季昨天终于在满洲里开录了。王俊凯、张一山、董子健、王大陆加上本季新晋女 MC 杨子，新鲜热乎刚出炉的五个奶黄包给大家送上。几位萌萌哒 MC 除了穿着统一的黄色羽绒服，还齐刷刷的戴上了王俊凯在新剧中戴过的宝青帽，怕不是小凯特意从剧组批发过来送给队友们的吧？虽然从看秀时的霸总西装一下子过渡到棉裤棉袄，被粉丝们调侃就像是妈妈养和奶奶养的区别，但小凯小哥哥这呆萌属性却一点都没变。录制中自己一个人像小仓鼠一般坐在台阶上，实力演绎高萌仓鼠座，圆乎乎肉嘟嘟，还拿着对讲机放狠话。狠话说的这么温柔，坐姿这么乖巧，让粉丝蜜汁羡慕小凯要决战的对象有吗？